19岁女孩打春丁 vlog。 Hello 宝子们，今天是一期日常 vlog， 准备去打我心心念念的春丁吗？给你们记录一下。这时候在消毒啦，紧张的像个憨憨。现在就是打完春丁的样子啦，打在了唇中这个位置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其实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可怕啦，就是痛感是还能接受的。这几天出来玩穿的比较少，感冒了，拜拜，睡觉去啦。今天带你们看看我打完唇钉之后的日常。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一下我的小唇钉。咱们这里出来玩了这么多天，打算化个淡妆收拾收拾回家了。水乳已经上好了，然后现在涂个底妆，用这个三角饭团粉铺上妆。这个就挺适合我这种懒人的，因为它不用打湿。我一般就喷上一层定妆喷雾，就直接干用，也是 QQ 的，上脸就能感觉到回弹力很好。而且这种三角的就很好照顾到边边角角，鼻翼就用边边去上。因为不怎么吃粉，它这个妆感也是很服帖的。干湿脸用可以用它来涂散粉。冬天唇部真的是太干燥了，这都起皮了，还是要护理一下的。这个 ROPO 的唇部精华，这种陶瓷头设计就很贴心，这种乳液质地的就很好吸收，妆前就可以用它厚敷急救一下，里面有维生素 B5， 修护效果就很绝。它日常淡妆眼影就用一个简单的粉色，用一个颜色就行，把它晕染开。画卧蚕眼线，咱们眼妆的精髓就是睫毛，把睫毛夹翘，然后给它刷一刷，立马就有神了。腮红就用这个紫色的，永远都不会踩雷。咱们的脸上已经亮晶晶，给它提亮一下。要涂口红了，咱们把刚刚那个给它擦掉。现在的唇部状态咱们就是直接按住了，涂上口红就是这样子啦，很日常的一个淡妆。化完妆又要匆匆忙忙去赶车了，姐妹们拜拜。